Ajenge, loche menam do gabarajenge lo, rasimje me do gabarajenge lo, che menam jenge lo, nase je go do.대심디당보강내잠마중다다친난강도잠마네다르강도잠만가젠가내숨단차위심지니도모시에마시게채우러마도된지인루심사동니숨매베니루디심지엔탐제지심지를여봐대라제주당소주마당나상도당에도게让心永明洗的曾经他们这来演的月吧第一定都解决没吧让我大心都大家大家当查阅一个大心都中心两本教科书
말씀. 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为了回馈社会，关怀弱势族群，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即积极的协助清寒学生、弃养学童、中辍生就学、生活及品德教育，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济贫发放、急难救助、老弱病苦、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以圆满老安少怀，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累积福慧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援助弱势众族群，同离忧患常安乐。护持账号5005-9824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我是长庚大学呼吸治疗学系万国华教授。首先要提醒有呼吸道症状、慢性病需要进出医疗院所的朋友，请务必佩戴医用口罩。防疫期间，健康民众在通风环境或开放空间，且和他人说话的距离可以保持1公尺以上时，其实可以不需要佩戴口罩。如果您觉得不放心，也可以考虑选用布口罩。经过食药署调查发现，有些市售的布口罩也具有阻挡飞沫的效果，可以提供民众作为选择。建议大家在挑选布口罩时记住以下要诀：口罩至少要有3层结构，外层材质要致密，中间层是布织布材质，内层要柔软透气。最后提醒大家，请将医用口罩留给有需要的人，健康民众可以依照自己所在的环境状况选择不需要佩戴口罩，或是佩戴上述挑选要诀的布口罩。观音的慈悲，修持观音法门对于成长悲心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若能向观世音菩萨祈求，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福报。因为任何一位众生只要能向观世音菩萨祈求过一次，观世音菩萨就会生生世世救度这位有情，永远不弃舍他，不远离他。观音法门，我应该给他管讲观音心地法门。今天我们只是感受慈悲，潜藏慈悲的原味，能不能够抓到这个？你能够抓到这个，然后你去，一切的佛像都变真的，一切经典都发光了，一切的众生都变母亲了，那种亲切感，由这个亲切而升起的一个悲愿。
自己的独生子意。